我也是一时冲动，这才一不小心中了他的计，只有假死在他面前。虽然太子救了我，可是他与薛烈毕竟兄弟情深，若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我也很难说服太子。所以，我必须要让薛烈相信我是真的死了，他才可能会放松警惕。 他才可能会将他的真实意图暴露在太子面前。现如今，我已经知道了你们的计划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那就只好将你也列入计划当中。那从今以后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要和你一起去面对。 将来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一起面对。芝儿，有一件事情，在刚到县上瀛州见到你那一刻，我就很想做了。 是人间，月影勾映现，初见一片你的容颜，相思缠红线。鸳鸯惊天流风缠绵，燕子蝶翩翩，夏蝉冬雪岁岁年年，留恋你眼帘。山水明媚，桃叶纷飞花了谁？我在迂回间隙芳菲把你追，恋你倩影。